嘿、hey, 大家好，欢迎回到 Short Adventure 来。在变形金刚第四集即将在6月27号在美国正式上映的时候呢，让我觉得说好了，变形金刚第四集呢，毕竟呢有稍微燃起了我一点点的这种奋斗之火， OK， 所以呢索性的哦，干脆就如果能够在情况允许的话呢，这个尽量啊抓一点时间呢，来把手边呢所购入的一些有其实购入了不少的玩具呢，是我目前为止还没有去介绍的。而既然变形金刚第四集呢已经准备的要在今年的那个六月份那个上演的话呢，索性的呢我也来凑这个热闹呢，来把我手边的变形金刚玩具呢再一次的来跟大家去分享啊 ，OK 。好，不管如何，那第一个打头场呢，也应该说是现在呢，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则是30周年版的 Transformer Generation IDW 漫画版本的 Optimus， 不对，IDW 版的 Orion Pax。谁是他妈的 Orion Pax？ 如果你不知道的，我这么说，分三大类好了。如果呢，你对变形金刚玩具呢是在非常后期才加入的话呢，你会认为说 Orion Pax 是什么鸟东西 ？OK， 你是谁呀 ？OK， 你是哪根葱 ？OK， 而中期进这个变形金刚的人会，或者是后期早期啊，中期或早期进的话，就会知道说 Orion Pax 在故事里面呢，则是 Optimus Prime 的。应该严格来说算是前身。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了 ，Hot Rod， OK， 在第一个这个85年的这个电影的时候呢 ，Hot Rod 呢，因为得到了这个 Matrix of Leadership， 而从 Hot Rod 呢变身到 Radimus Prime， OK， 所以呢，Optimus Prime 的前身呢也是以 Orion Pax 的这个角色呢延伸到后面这个领袖级的人物 Optimus Prime， OK， 所以呢在漫画版里面呢 Orion Pax 呢所拥有的造型呢，这是我们眼前这一个中小型发财车兼武器的一个畸形跟奇怪的一个造型的车子了， OK。它现在在我们眼前所呈现呢，则是我们严格来说是30周年版的 IDW 的前四个 Deluxe Class 里面的四款的其中之一。之前呢已经跟大家介绍过这个 IDW 版的这个 Bumblebee， 这个 Tricolor 以及这个Megatron 呢是老少都有，而我会尽希望说能够在短期的时间呢能够抓到时间的把第一波的四款的全部都介绍给大家 ，OK， 或者应该说分享 ，OK， 因为他们毕竟出来已经有段时间了。Optimus 不对 ，Orion Pax，OK，、okay, 这个角色呢，在 Prime 的这个应该说是 Transformer Prime 的系列里面有出现过 ，OK。但是呢，当然不会长这样子，因为它这个是漫画版的一个版本。而是的，它呢，在一个车子形态呢，仍旧的有一种外挂鸟武器这种形态。OK， 它的一个 Energon 的这个斧头呢，以及一把枪呢，分别呢卡在它车子左右边啊，让它看起来格格，而且他妈的不入了。OK， 所以呢，这个呢展现过就算了。OK，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的枪呢跟斧头拿起来，稍微讲一下这个斧头啊。这个斧头严格来说呢是整个是一体的，但是呢，他把后面这根棍子把它给涂黑了。我一度以为说这个透明剑跟这根杠子呢可能够分开，其实是不行的。OK， 就是这边成一体，算是有些造型的，但是呢，在车上呢，在就是说硬加到车上面，却完完全全没有这个造型。枪呢，的确的也有这个。Optimus Prime， 讲清楚 ，OK， 这个后期枪的一种造型，但是呢，有一点似曾相似，或者是说大同小异的感觉，所以呢，从 Orion Pax 变身成这个 Optimus Prime 的时候呢，它的武器呢，自然而然也有变身过到一种比较到了后期我们熟悉的枪的一种感觉，但是呢，像我讲，它后面都是有一种这种扇叶型的这种样子的等等的 ，OK， 是的，还是一体，它没有任何的这个
这个功能就是一个造型而已啊 ，OK， 不能说单调，但是呢，只能说是单调。哎，这样讲好像很矛盾 ，OK， 好，这个就放旁边了。今天的主角呢，是的，这是我们的 Orion Pax。IDW 的这个漫画版呢，严格说呢，我是完完全全没有去跟，半点都没去跟，所以呢，漫画里面的故事呢，我可以说是完完全全200%的不熟悉。OK， 就算啊、哦，相信知道的人都知道的朋友都知道啊、哦，这个买这个玩具的话呢，是的，他仍旧有附送一个这个美国版的一个漫画啊、哦，这个所谓的 comic books。这个东西呢，说真的，我也没有那个太多时间去研究或是去读它。说真的，说的是稍微瞄过看过就算了 ，OK。所以呢，还是那句话，这个玩具呢，在或者应该说这个角色或是造型呢，是否跟 IDW 漫画里面完完全符合呢？那我就不管了。为什么呢？因为呢，我的主要的兴趣呢是在于说，它是一个Optimus Prime 前身的 Orion Pax， 而且呢，这个玩具呢，的的确确有一种有一些可取之处啊。当然呢、啊，也有一些令人感到失望，或者是希望说它能够有进展的地方。它在我们眼前呈现的一种，像我之前讲过了，很像那种所谓的一个 pickup truck， 而后面加了四片扇叶这种，这应该是算是太阳能板吧？是不是 ？OK， 这个东西 OK。难道它就是现在所谓的这种 hybrid 这种车子吗？可以只需要太阳能照射，它就能够自己跑动啊、那个增加能力的感觉是不是 ？Maybe 可能是吧，但是呢，这个不可考究，对我来说不可考究。OK， 而它的整体的这个造型，像我讲的，并不会让人家感到失望或讨厌或反感啊，不，反而会有一种稍微有一种新鲜感的感觉，只因为说 Optimus Prime 在过去呢，一直以来都是以大型、中大型的卡车啊，的这个造型出现，几乎的啊，都是以卡车的造型出现。我唯一能够想到说以非卡车的这个造型出现呢，则是我在更早以前呢，曾经介绍过的这一部War for Cybertron 的 Optimus Prime 了。若是以漫画版跟动玩版的这种非卡通或是电影版来说呢，我觉得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一种摆设啊、哦。不过啊，当然、啊、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呢是2013年尾的Deluxe Class， 这个呢则是2009年，是不是？如果错的话，我会打在下面。那个时候所购入的这个 Deluxe Class 的玩具，我跟着这么说了。缩水的这个问题，相信大家都知道。OK， 所以呢，没有它 ，OK， 这个 Orion Pax 没有 Optimus Prime 之高，也没有它这么的微胖 ，OK， 只能说它呢，真的是一种缩小版的这种感觉 ，OK， 自然而然呢，在这里呢，也完全合理到了。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呢，在1985年这个大电影呢，这个 Hot Rod 呢，得到这个Matrix Leadership 的时候呢，他从 Hot Rod 变成了这个 Radimus Prime， 而他的身高呢，也因此呢，有提升到变大了一点点。这个呢，就如同现在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个Orion Pax， 这个呢则是 Optimus Prime 的前身，在它变成这个提升到从 Orion 到 Optimus 的情况下呢，它的身躯呢自然呢会庞大变大的情况下呢，在这里呢老肖会觉得说这个情况下合理，这个缩水呢缩的刚刚好，去配合到他这个的角色，所以呢这边是完完全全没有话说了。OK， 天哪！如果说到时候要去跟大家去分享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比例的话，这个快速变形法会把我变死。OK， 这家伙已经这是我记得没错啊，它是我当初讲过说是最难变的一个 Deluxe Class 的玩具，但是呢却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 Deluxe Class 的玩具，所以呢到时候快速变形法我要怎么玩你呢？你这混蛋 ！OK， 不管。OK， 它的底部呢，那一双大脚板的底呢，在下面的表露无遗的出现，以及它一双这个大腿啊、小内裤、胸膛 ，OK， 应该说腹部、胸膛的这个地方呢，则是空的。这个车就是车子这个车头底下的地方，所以呢，底部呢，最起码看不到那个死人头在那边。OK， 后面来看的话呢，稍微的有些空洞啊。
有点小可惜，这个刹车灯这个呢，这是我另外再涂上去的。一双拳头的内侧只是在里面涂了出来，但是呢，说真的不讲看不出来，只能说有一个空洞在那边，所以呢，在背部的完整性呢却没有那么的高，算是有点可惜。如果说拿出这个 Wolf Cybertron 这个呢，它的后面基本上没有空空洞洞的这种凹陷这种感觉在里面，但是呢，在这一部 Orion Pax 呢却是有的 ，OK， 所以在车子的形态呢可以说是个小可惜。这个地方呢是它的手臂啊、手弯结处啊，基本上呢不说还不算，还算是看不出来，所以呢这算是可以说是里面的小加分了。上面这个黑色的地方呢，很多人可能是以为说它是一个感温贴纸，我告诉你啊，你温它一辈子它也不会变成颜色，因为呢它并不是贴纸 ，OK， 它只是一个黑色的一个零件的部位卡住 Orion Pax 的这个头脖子下面这个部位而已了。轮子呢，如果变身成那个车子的话，变身到位的话是的，它能滚动的非常好，完完全全没有这个任何的问题在里面。像我讲的，它的造型呢是在这一种在我们熟悉的 Optimus Prime 的这个角色，甚至于它的前身来说呢，是一种我感到喜欢的。为什么呢？只因为像我之前讲过，它并非是卡车形态的车子，也非是那种外太空的这种车子形态，如同之前的 Wolf Cybertron 这个 Prime， OK， 它是以一种像是这种小的这种，我们台湾称之为发财车的一种货车的一种形态，只是把货车后面呢加了几片这个太阳能板 ，OK， 但是呢整体呢却让我们呢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让我们觉得说，哦 ，Prime 的这个造型呢不单单只是限于卡车，原来它还能够以其他的这个造型呢作为它的这个交通工具的一个形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Prime 是不是一直以来都只是卡车啊？哎，如果我错的话呢，你们留言再更正我吧 ，OK。所以呢，像我讲，在交通工具的形态下呢，我可以给他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这个评分啊、只因为说各方面呢几乎很难，不太容易挑出他的缺点。硬要的话，好了，刚才卡武器的孔呢那个呢，在拔掉武器之后呢，自然的成为两个大缺点、大缺洞 ，OK。但是除此之外呢，是的。它只是一个令我感到非常满意啊，几乎快要零缺点的一个发财车的一种这个 Prime 前身的一个交通工具的形态了。再加上说它车子驾驶舱里面呢活生生的出现了这个狂派的一个标志，虽然没有座位，但是有狂派的标志在里面呢，也相对的显突出它一种另外的一种特色。玻璃呢是完完全全透明的，但是呢在这边呢却完完全全不能算是会衬出它缺点的地方，反而在这边呢，透明归透明，但是里面的细节都有，不是座位的细节，但是机械的细节都有，而且不是垃圾的细节，在这一方面呢，玻璃或是应该说驾驶舱的部位呢，可以说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成功了。而这一部 Orion Pax 的一个变身过程呢，基本上呢也不会让人家感到乏味，或过于简单，或过于困难，或过于无聊，或过于单调，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它在某方面呢仍旧能够造出一种在变形过程能够感到有乐趣的一个地方了 ，OK。那我们就废话少说，来介绍一下它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变身过程啦。首先第一个要做事呢，我们就先把它的这个车子前面这个通风口的地方呢更加的把它通风，什么意思呢？是的，把它前面这个地方呢，是的，搬开来，成这个像样子。现在是如果打开的话，几乎可以去有一种可以去放什么小东西啊？不管了，可以好，打开之后呢，就把车子头的部位呢，这样子，弯弯扯扯扯扯弯弯，用点柔劲，麻烦你千万不要用蛮力 ，OK？ 因为这毕竟是塑胶玩具，打开之后呢，是的，把它给弯到旁边来啊。到这边来，暂时先这样子。好，接下来我们就把它这个车子后面这个手臂，就是太阳能板这个地方的手臂呢，跟红色这个地方呢，跟蓝色这个地方呢，这个有个扣子呢，把它给拔松它。这里呢是有个扣子在这边啊，两边都有。好，拔起来之后呢，是的，整个车子上身呢。就整个松掉了 ，OK。那我们就专注在脚的部位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脚的双脚呢，把它给扒开之后呢，
这个呢，说真的要真的要使上真正的一种柔力 ，OK？ 为什么呢？我再跟你解释。打开之后呢 ，OK， 我们先把脚板呢弯下来，打180度，脚呢下来之后呢，弯下来之后180度。为什么要柔力呢？因为啊，这个地方，它在这个小凸跟小凹连接处呢，已经稍微出现一点白痕，这里有点白痕。这个呢，不单单只是我这个玩具，在我之前观看过很多老外的介绍呢，几乎很多人都提到这个问题。我是看了他们的介绍之后呢，才买这个玩具。我也非常小心的把它给组合到车子形态，再把它给分开来做变形，仍旧的出现了白痕。所以呢，这个白痕呢，如果说你力道过大的话呢，可能真的会造就说它的一种损伤。OK， 所以呢，这一点呢是这边稍微提一下。OK， 好了，接着呢，把它这个车子旁边这个地方，刚刚这个通风口打开的地方呢，再往上推一点之后呢，弯下来，成为它小腿的部位。这个地方呢也是，刚刚这个通风口这个地方呢，顿时间成了它护膝的部位了。OK， 那这时候能不能把相机往后拉一点？而它的下半身呢，是的，则这么结束了。它的这个关节处待会再讲。OK， 接着要做事呢，则是把它的这个上半身呢，上半身转180度，对， 180度。你不要上半身转的话也可以，下半身转也可以。OK， 这个就是看你了。OK， 啊，不管了。接着呢，把这个相机呢提高。就是这个脸，是这个脸。OK，very good 。好，接着呢，只是把这个刚刚车头的部位呢稍微挑高一点之后呢，你们听到跳一声挑高之后呢，把这个前轮这个地方呢往后搬到后面去。OK， 接着呢，只是把这个后面这个太阳能板，也就是它手臂的部位呢，准备弯到前面去。这里呢有个双关节，那我这边尽量在相机前面呢展示一下。这个双关节在这地方，一、二 ，OK， 这是两个关节处，三个点，两个关节处。这个只是从这里呢移到前面来。接着呢，在底部的地方呢，它有个凹槽在这里，这个呢只是要扣到旁边这个类似啊后照镜这个孔里面去，把它给扣进去，固定住它的位置。这个地方呢是也是一样，把它给移过来，双关节处呢移到前面来定住。OK， 接着呢，把它的胸口呢玻璃处 ，OK， 就是驾驶舱处呢跟这个腹部这个地方呢连接在一起，而这里呢只是把它给移过来之后呢，把它给整个压下来，你会听到一个卡住的声音，而且要整个打平才算是啪一下。啪一下，这边就对了。OK， 现在把他手臂的位置呢调好，拳头呢从里面呢拉一下之后呢，把它给伸展出来。这么一来呢，没有头的 Orion Pack 呢就不对。OK， 这个时候最后一个步骤呢，是我喜欢做的步骤，就是啪一下。OK， 把它固定住。好的，怎么一来呢？是的，我们 Optimus Prime 前身的 Orion Pax 的一个变身过程呢，就这么在我们眼前结束了。他在变成机器人之后呢，他的满意度啊，在我眼里的满意度呢，绝对不会低过于他在这个发财车这个形态。虽然啦，虽然有点小了 ，OK。它只是比我有酒精的稍微再高一点点，如此而已。OK， 虽然有点小，但是呢，麻雀那个五脏却俱全，能够动的地方呢几乎都有。OK， 这个手臂呢360度可以 ，OK， 上下，二头肌可以转弯，手肘呢可以提高，而且它有一种塑胶齿轮那种声音，听到了啊。算是非常紧，但是呢，因为它是塑胶齿轮的关系，所以呢，会有点担心说动久的话呢，那些塑胶呢会磨平，到时候它整个手就变无力了。OK， 手呢能够往内弯，是因为变形的关系，但是呢，非常意外是整个拳头呢是可以转360度的，这是在很多 Deluxe Class 里面呢所做不到的一个小的一个贴心的一个设计，但是呢，在这一部 Orion Pack 呢上面呢却做到了。
腰部呢是的可以转弯，这个呢又是另外一个加分点了。能够动转动腰部的机器人呢，绝对能够摆出更加漂亮的姿势出来。大腿的部位尽管说呢，脚弯出这个地方呢是没有那种衬裙在那边，但是呢完完全全不会让它看起来逊色，反而有一种耳目一新的一种感觉在那边，更加的喜欢。OK， 上下前后左右360都可以，是的，另外一边就不要讲了。它的这个膝盖呢也可以弯到非常好的一个弯度，脚呢更加的喜欢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完形的关节呢，可以让它有左右摆的这种前后左右啊，它的弧度算大，所以呢你的摆出一些姿势出来呢，它都能够把脚面呢完全贴到地面上，甚至于你要的话呢，是的，我之前玩过了。 OK， 它这个跪姿呢，好像跪姿现在看到很多人在介绍的时候都会讲到跪姿，不过说的好像跪姿也是我讲，我开始先拿出来玩，大家才说，哦对哦，原来能够做出跪姿才是能够显示它这个姿势的一种，或者这个活动空间一种优势，是不是啊？ OK 啊，不管 OK， 你为什么松掉呢？我没叫你松啊，你这搞笑。是的，像我讲的，它这个跪姿呢可以说是又完完全全一点的都不勉强，可以说是非常漂亮的跪姿。是的，头呢也是有个小球形的关节。而它呢因为是 Optimus Prime 的前身，所以换句话说是应该是更年轻版的它的一个前身，所以呢它的头雕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到满意的。它的头雕呢真的是做得非常的细腻，而且呢真的有一种年轻版的哦这个 Optimus Prime 这种感觉在那边，所以呢它这个整个头雕呢我给它非常非常高的评分。 OK， 只因为说它做得非常细腻之外呢，还有一种年轻 Prime 的这种 Optimus 的感觉，年轻 Optimus Prime 的感觉完完全这边做出来，表露于的做出来。所以呢在这一点呢，在我眼里可以说是这么小型的 Deluxe Class 玩具里面的非常非常成功的一环了。 OK，而 Orion Patch 它的背部的造型呢，是的，顺便给大家看一下了，可以说没有令人感到失望。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过大的空洞在里面，完完全全没有。而这个呢就不得不讲一下，在胡服骑士最新的这个介绍的这个 Optimus Prime 里面呢，有一个是放大版的这个Animated Transformer Prime 的这个小型玩具，放大版的，就连放大版的 Optimus Prime 呢，它的背后呢则是一塌糊涂、乱七八糟一个混蛋的。OK， 但是呢，在这一个小型玩具里面呢，它的背后的设计呢，可以说是让人看上去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舒服，完完全全没有那种偷工减料、偷胶几乎也没有。那这个地方呢，严格来说不能算是偷胶，为什么？因为它是放拳头的地方，这个呢不叫偷胶。偷胶呢是比方说，这个你手臂里面或脚里面的完完全是空洞。OK， 这个叫偷胶，这个呢应该是缝起来的，应该说填满的，这个呢是用塞的。OK， 所以呢，偷胶与否的分别呢，在老肖的眼里呢是这么定义的，这个叫做偷胶。这个呢是因为变形的关系，甚至有些玩具呢脚呢是把它给完全收到里面去的话，那个也不叫偷胶，因为那是因为变形的关系。所以呢这一部玩具所偷胶的地方呢不是没有，但是呢在正常站立的情况下呢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看不出来。换句话说呢，仍旧的非常非常成功，有没有这方面？OK， 换句话说呢，人就在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来看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机器人了。OK， 所以呢，哈哈 ，What can I say？ OK， 那既然这样呢，我们就以很快、很痛苦的这个速度呢，来把这只当初呢 ，Wolf Cybertron 的 Optimus Prime 呢，变身到机器人的形态呢，来跟大家做一个比较了。哇！真的是费了九牛我二虎之力啊！我最后一次变他的时候是大概3年前的事情，3年前去变这个非常难变身的这个 Wolf Cybertron 这个 Optimus Prime， 但是呢，变完之后呢，仍旧的啊、哦、有那种满足感，因为呢 ，Wolf Cybertron 的 Optimus Prime 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可多的一个好玩具。好了，不管如何，两者变身完之后呢，是的，前身、后身、年轻、中年。中年好不好？
它们的高度呢，自然的呢会有一些差异，但是呢，像我讲的，因为它是前身的关系，所以呢，在这种比例情况下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完美，颜色的搭配呢也可以说是非常一致，就连后面这个轮子呢的这个设计呢，背上我说 OK， 背上轮子的后面这个轮子基本也都是排列在后面，这个呢也完完全全表露无遗的，在这个Wolf Cybertron 以及这个Wolf Cybertron Optimus 以及 IDW 的这个 Orion Pax 身上，所以呢这两者呢，当然了，它仍旧没有Wolf Cybertron 那么的精湛、精准、精美 ，OK。但是呢，以金石新日缩水版的小玩具来说呢，它仍旧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玩具。是的，它有些武器是那种所谓的垃圾武器。我看看当时卡在车上的地方是在哪里啊？我也找不到那个洞 ，OK。反正啊，变成机器人之后呢，它是没地方去存放武器的。换句话说呢，它只能去握着它的武器啊。就你刚刚那个洞跑哪去了？奇怪，你来来来，刚那个洞啊，刚那个洞在大腿里面 ，OK， 所以呢，这边就把它挡住了，挡起来了 ，OK， 所以就不能再用了。所以呢，它有着一种握武器的形态，以及拿着斧头准备 K 人砍人 ，OK 的这个形态这边就麻烦了 ，OK， 就出来了。武器并不是它的卖点 ，OK。因为我不看漫画，所以呢 ，maybe 对我来讲，武器并不是个卖点。如果说有跟漫画的人，可能会说，哇，好棒啊，正解啊，全套都有的 ，OK， 那是你家的事。但是在我家来说呢，我没有他的漫画，我家里没他的漫画，所以是我家的事 ，OK。所以呢，武器呢，呀，拿过就算了，到时候呢，可能就是把它放到这个武器盒里面呢，跟其他的武器一起放在那边积灰尘吧 ，OK。所以呢，整体而言啊，我先把那个姿势站好啊。Orion Pax IDW 版的这个 Orion Pax 呢，在各方面来说呢，可以说让我们呢这个变形金刚迷呢达到了一种满足值，因为说这一次玩具虽然如同以往的啊缩水缩小啊，但是呢胶的用料呢却不会比 Transformer Prime 的系列呢差，绝对有一种比 Prime 系列还要好的这种形态。第一啊，第二，变身的过程呢，在这边呢也绝对没有跟你偷懒跟马虎。该有的一种新鲜感呢，仍旧继续保持在那边，而不会让你有一种，这种变身过程好像已经有了，缺乏一种新鲜感，没有。第三，它的活动空间呢，在各方面来说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优秀，以这么中小型，说是小小型的玩具来说呢，可以算是仍旧的非常优秀。还是那句话，麻雀虽小，五脏却他妈的俱全 ，OK。而这个整体的造型跟这个四肢的比例呢，也完完全全没有让它看起来头大身体小脚短那个手臂长，那完全没有那种感觉。而背部呢，更是一种以完美的方式呢盖住掉它所有这个应该盖住的一些空洞的地方，而偷胶的地方虽然有，但是呢却是在一种机器人内部内侧，特别是大腿内侧的地方，而在它在一种普通摆设的方式情况下呢，完完全全看不到有任何偷胶的地方。手臂内啊，这个空洞呢，是因为收纳拳头，所以呢，在老肖眼里，那不叫偷胶，那个叫收纳拳头的一个空洞。所以呢，这个来讲算是成功的地方。就整个玩具来说，以它的价格来说，以 Deluxe 的价格来说呢，12块美金的玩具来说呢，它绝对是在这个 IDW 版第一破里面呢，绝对必须收的一个玩具。它的这个各方面的，甚至于会比我当初在介绍 IDW 第一破的这个Bumblebee 呢，还要成功非常非常许多。只因为 Optimus Prime 呢，不对 ，Orion Pax 这个玩具所用的胶呢，比 Bumblebee 呢成功非常非常非常的多。Bumblebee 的胶呢有一种半透明的感觉，它呢却完完全全没有透明感，它的用胶质量呢可以说是有用到心，有把 Hasbro 的玩具呢提升回到说它应该有的一种基本的水准。高水准呢我们就不要讲了，因为呢高水准好像 Hasbro 之前呢已经丢掉了 ，OK 不管了，不理我们了 ，OK。但是呢以这个中等水准的玩具来说呢，它绝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玩具，所以
这个玩具我知道它已经出来一段时间了。如果呢，你能够在商店网上啊，或者是各个地方呢地上捡到的话呢，千万的记得把它纳为你的收藏之一，它将不会是一个会让你有太大失望，甚至于呢，在老肖眼里有一种非常满足、没有失望点的一个中小型或者小小型的玩具了。这个就是 Transformer Generation IDW 版的 Orion Pax。